美国种族社会这种种族分裂这种激化呢，我相信就是四个原因，一个呢就是政治的操作，一个呢就是这个历史的原因，这个种族这个歧视是美国一直是固有的，是它历史性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社会当普通的一般老百姓我们是无所适从的，我们不晓得应该听谁的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人民不知所从，这种焦虑的原因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，不公平的这种事情呢是公诸于大家看见了，所以引起大家更大的愤怒。所以这个原因呢，现在是美国这个种族歧视这个分裂的情形越来越深。